各位同学大家好，咁接下来呢个短片呢就係讲解学有些冇意思通识教育科嘅卷二嘅第二题，有关于大湾区嘅一个题目。咁啊，大家接下来呢都可能呢陆续呢都收到一啲老师升学辅导组嘅老师啦，就邀请大家可能去 apply 内地嘅大学啊，甚至乎有个别嘅同学可能呢已经报咗暨南大学啊、华侨大学啊呢啲啦。咁身邊大家其實喺收到呢啲升學資訊嘅時候咧，都會反思啊，其實將來自己個就業嘅路向，其實係喺香港做重心啊，喺內地做重心啊，定還是更廣闊去全世界做重心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呢一個題目我喺設計嘅時候咧，係希望第一係拉近翻我哋各位同學對於本地社會同埋大灣區嘅社會嘅聯繫，特別係大家知啦嚇，通咗關啦都已經。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考下翻大家，可能係中四嘅時候讀嘅一個生活素質嘅一個嘅課題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希望同學咧係能夠咧藉住呢個機會咧，去到俾你哋講下大灣區發展點樣令到市民嘅生活素質咧係增加或者減少嘅。咁大家應該要明白啦，既然造成影響嘅題目係八分嘅話，出得喺卷二當然要有正有反啦。如果淨係得正或者淨係得反，最高五分啦。特別強調咧，影響係直接、間接都得嘅。OK， 畢竟評卷員都明白㗎啦，公開考試生活素質咧係要落翻每一個市民嘅個人層面，但大灣區本身其實係一個社會甚至係國家嘅發展政策。要強調的就是什麼呢？同學，一定是要將生活素質裡面的生活放在一個重點位置。你只是說大灣區經濟發展有多好是不夠的，你要說大灣區經濟發展有多好，令到市民的收入增加，令到市民的就業機會晉升階梯，可以嘗試的工種變得更加多元化，咁先至係扣翻生活。如果唔係，你淨係得個社會影響，你冇扣到市民嘅呢個提眼咧，其實咧就好蝕底啦。這個特要真係俾粒星落去啦。咁另一方面啦，我係市民啊嘛，不幸係年輕人嘅，同埋我哋 B 題唔一樣，但個階層咧亦都要俾少少 classification 俾佢。舉個例子啊，可能係基層嘅市民、中產定係商人咧，喺階層嘅角度，工種嚟到講係服務業、零售業、金融服務、法律支援嘅呢啲嘅工種。喺舉例嘅時候，特別係卷二啊，係好強調大家嘅工種嘅多元嘅舉例。再加上咧，大家唔好忘記喎，卷二同卷一嘅最大分別係。資料在卷二咧係刺激物嚟嘅啫，你一定要在你目前個人的認知上面係展示得出嚟，成為你嘅答卷嘅答案嘅一部分，就並唔係淨係引完資料就夠嚇。咁呢個大家當然都應該好清楚啦，畢竟讀咗三年呢個卷二嘅高中嘅情況啦。所以咧嗱，呢一度啲 marking 啦，咁啊好快咁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其實可能都係啲比較近排耳熟能詳嗰啲嘅廣告宣傳咁啦。大灣區發展好迅速嘅，令個生活水準、消費嘅選擇係追貼咗本港嘅市民潮流嘅。OK， 咁亦都因此咧，其實咧可以咧令到香港嘅人翻去內地生活嘅時候，面對的生活的成本，不論是物價、租金、能源支出都低過香港，咁滿足翻佢哋嘅生活上面嘅物質嘅訴求嘅。咁再加上咧，大灣區基建近年落成啦，高鐵又開通咗，港珠澳大橋亦都開通咗，咁啊拉近咗交通所需時間啦，咁令到本港居民咧更加容易做到一小時生活圈啊，能夠前往大灣區就業甚至乎創業。而另一邊雙黃，亦都因為內地嘅民眾嚟香港探親、來香港購物，佢哋亦都可以振興香港消費經濟嘅噃，對本港市民咧，無論係收入啊、就業機會咧，都能夠有所裨益啦。或者第三，唔知道我哋嘅同學對上一次飲喜茶係幾時咧？係咪啊？文化潮流上面，大家都可能好中意 K-pop 嘅噃，類近嘅語言、類近嘅話題，甚至乎有好多消費本身啊，其實香港人都係靠淘寶，何嘗唔係？
中國年輕人靠淘寶咧，促進啲社會之間嘅融合啦，能夠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同聲同氣啦。另一方面啦，大家可能有聽過有唔少嘅中學喺大灣區有分校，甚至乎大學喺大灣區都有分校，咁可以完整而銜接嘅教育階梯啦，咁樣，咁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嘅年輕人，無論係北上尋找就業機會、創業機會容易啲，亦都坦白講，唔排除可能揾到一啲中港家庭嘅身影嘅噃。咁呢啲當然就正面影響啦，有負面嘅。大灣區發展啊嘛，發展肯定需要用能源啦，能源無論係汽車或者係發電，都可能一時三刻擺住唔到化石燃料，會造成空氣污染咁樣嘅。又或者啦，大家話大灣區，大灣區何嘗唔係講緊深圳、廣州啲大城市咧？係咪真係會去到啲二三四線城市先？城市擁擠問題更多。咁再加上大家唔好忘記喎，大灣區同香港咁近，呢啲空氣污染嘅問題，其實咧可能咧會令到香港嘅生活素質、環境方面啊都受到損害嘅噃。又或者城市嘅擠擁問題，又會唔會令到兩地嘅價值觀更加大差異突出咧？嚇、啊，香港人成日都翻內地置業，會唔會炒高咗個樓價先？炒高咗個租金先，又會唔會令到香港嘅社會和諧穩定受損呢？香港嘅市民如果翻到內地嘅時候，會被歧視呢？嗱，呢啲都係一啲咧可以考慮嘅論點嚟嘅。嗱，咁所以啦，整體嚟講啦，可能係抽 sample 嘅關係啦，咁就未必咁多高分 sample 嘅。咁啊，坦白講啦，你記得到如果卷二嚟講啦 ，A 題八分。答得相對之下唔完整，咁啊得兩分嘅啫。咁啊，舉個例子嚟加重市民嘅生活壓力，咁佢就話內城市內競爭大啊，就可能咧令到香港嘅市民咧會有壓力，會有抑鬱症嘅情況。但點解就會有抑鬱症或者壓力呢？係唔係因為內地本身普遍比較多畢業嘅大學生，會令到香港嘅年輕人唔夠學歷呢？還是係因為內地本身有其他嘅問題，諸如係一個普通話為主嘅地方，香港人會因為語言兩文三語學得唔夠精啊，於是就有融合問題呢？嗱，如果呢啲位置寫得唔好咧，真係好馬虎啦。又或者啦，因為香港因為內地啊消費水平高啊，令到市民難以負擔，咁啊又或者唔知道自己嘅去向咁樣樣。咁啊，呢啲位置咧，希望同學咧就反思啦。嗱，如果咁樣寫得比較粗疏咧，真係會唔夾嘅。OK， 好啦喎，或者啦喎，呢位同學寫得多啦啩，點解都會有機會唔合格得兩分咧？係咪啊？同學，未能成功就業唔係錯嘅，大家睇睇啦喎。可能咧，市民咧大灣區咁就陌生啦。咁啊，然後咧嚇，有啲香港年輕人咧就會覺得咧。得 18% 咧，係融合大灣區發展嘅啫。咁啊，結果咧就從眾同羊群效應，而香港市民咧就反而入去到就無從入手啦。咁啊，忽視咗當地個不懂得點樣就業啊，咁樣形成嘅不敷之啊。嗱，同學，條題目係問大家大灣區發展，所以大灣區發展係個主題。呢位同學嘅呢一段就寫咗學生嘅角度、青年人嘅角度。係啦，嗱呢個位置咧就有啲蝕底啊，因為條題目嘅主題係講大灣區係因會帶嚟咩嘅果，係啦，咁呢個同學咧就寫咗大灣區有啲咩唔好，就係講緊將個因咧就擺咗喺年輕人可能嗰個嘅就業心態或者係個語文問題咁樣，呢個就係規避題目呢一段係攞唔到分㗎。咁呢一方面啦，就係資源不足啦。感覺上都是不是以大灣區發展為主體，只是以政府的政策為主體，是不是？所以就算這位同學寫了大概一版多一點，都真的只能夠拿到兩分了。都提一題 B 就是一個聚字題，大家應該清楚，一定是要做比較題，並且是自設一個比較的方案的。係啦，加強經濟誘因係鼓勵香港嘅年輕人前往大灣區就業最有效方法，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方案，
方案是加強經濟誘因之外，你會另外自設多三到四個方案做比較，然後比較點解加強經濟誘因是最有效，或者不是最有效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晰清晰啦，十二分，麻煩大家俾四個正論出嚟，是需要有比較的準則、時效性、適切性、可行性、成效性 ，OK， 廣泛性呢一啲 ，OK， 咁樣。咁並且咧係要有反論駁論噶。咁而另一方面啦，既然係年輕人啊嘛，實際上咧，大家咧就定義翻本港同埋年輕人係有兩個唔同嘅含義噶。先講年輕人先啦，青少年即係要有心理嘅特徵，八大心理特徵，可能大家出現喺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個課裏邊啦。咁另一方面啦，亦都係講緊要有香港年輕人嘅生涯規劃嘅要素嘅，畢竟涉及到就業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啦，有啲同學話經濟有因我熟書嘅喎，可以掌可以罰，咁我就好難話要罰嘅，唔通你罰佢留喺香港咩？或者你唔通罰佢上大陸咩？咁所以咧，原則上咧講獎勵都 OK， 即係唔會話因為你淨係得獎勵冇懲罰，就令到自己唔夠多面向唔算嘅。OK， 咁你話林 Sir， 咁可唔可以淨係講就業唔講讀書啊？唔得，嗱應該咁講，可以接受大家以就業為目標而北上讀書，嗱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論點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講，相對之下，你覺得係最有效㗎啦，就係一個直接性同埋嘅成效性、效用性嗰度講啦，係嘛？咁加強經濟誘因嘅原因有咩好處啊？因為青年人擔心薪酬水平唔及香港啊嘛，所以如果俾就業津貼、俾房屋津貼佢，咪縮窄翻兩地嘅薪金差異帶嚟嘅物質生活水平嘅差異咯。或者啦，如果透過經濟誘因、獎學金又好、創業就業基金又好，可以帶動翻本地年輕人嘅風氣，切入翻香港年輕人啊。羊群效應、從眾心態、追隨潮流的心態啦，有什麼例子啊？其實不是沒有的，大家可能應該都有留意到，如果你北上讀書升讀內地獎學金是會有學費的資助，是由政府那邊申請的嘛，那可以促使到他將來北上繼續學業，將來就就業了。或者大家看回香港附近的大灣區城市，其實都是大城市來的，廣州、深圳、珠海財力雄厚，所以可以提供到不少的醫療的交通的保障啊，甚至乎呢將來就業的時候有稅務的優惠啊，在那個可行性上面呢，其實呢都是呢能夠幫助到年輕人吸引他上去的。係啦，咁啊呢一個題目嘅同學咧就都答大程度同意啦，咁樣，咁所以咧佢用咗廣泛性、針對性、時效性去到做説明嘅，包括廣泛性上面就話咧可以咧令到有更加多嘅學生去前往內地發展啦，針對性上面咧就可以針對翻一啲擔心大灣區發展未必理想嘅市民過去啦，時效性上面咧其實好多時候係話年輕人以利益為目標啊，咁如果咧能夠咧俾一個嘅嚇大學嘅學費嘅津助俾佢哋咧，就可以減少佢哋嘅壓力啦 ，OK 咁樣，或者可能咧醫療費用咧個都會減少得到啦。OK， 咁不過嗱呢位同學咧就講啦，因為咧經濟誘因只係令到年輕人咧去大灣區就業嘅啫，係資源就有限嘅，寫錯咗個資字啊，係啦，但係咧佢就講啦，啊雖然資源有限，但都有唔少新公司喎，喂寫得好好啊，點解老師你俾個四分佢啊？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咗冇比較嘛。如果佢有比較，咁咪梗係可以俾高分佢啦。但因為佢冇比較嘛，咁就所以只能夠攞到四分啊。佢只係做緊利弊嘅分析咋。好啦，咁呢位同學啦，就繼續係講大情同意嘅。佢就話啦，可以咧有龐大嘅推動力，可以令到佢咧有大嘅意欲。咁咪不過有人就會認為啦，留港結交更多嘅朋友嘅朋輩認同 ，OK， 咁可能咧就有助咧就業，但係因為有朋友不具備財政資源，所以加強經濟誘因更加之咧
係有效啦。又或者佢繼續咁講啦，可以咧加強宣傳嘅手段啊，開始做緊比較啦。OK， 加強宣傳手段可能咧，其實只係屬於短期啫，唔好似經濟誘因咁樣咧改變佢哋嘅價值觀啊。又或者啦，長遠能夠講咧，可以咧改善大灣區嘅市場現況，咁先能夠更加鼓勵，等佢繼續有保留嘅。咁再繼續作出改善，但依然有很多年輕人選擇升學。喂，你話老師佢明明係有比較，點解你仲係俾個四分佢咧？佢呢度第二個問題啊，就係咧佢調翻轉，佢係冇去到加許翻正面嘅角度講翻大灣區嘅好啊。OK， 點解佢唔講大灣區嘅好處呢？佢只係講咗大灣區底下經濟咗以外嘅方法嘅弊處啫噃。OK， 咁佢相對之後咧，就比較少講到個好處喺邊度。嗱，佢咪冇，如果冇嘅話就真係冇分嘅。佢就講到青年嘅財政資源不足，咁俾錢佢更加有針對性啦。咁然後亦都冇講到，喂，咁經濟有因具體嚟講有咩例子先？咁佢呢度亦都冇講到，咁所以相對之後咧就比較低分。咁呢一方面咧，如果你真係講話並唔係最有效嘅，並非最有效嘅，咁你就可能咧真係咧要學下點寫啦。如果你講加強宣傳教育係有效啲嘅話，你應該就要講緊到底內地目前青少年有啲咩誤解咧？舉個例子啊，可能青少年會覺得誒內地好治安唔好㗎，但實際上係唔係咧？大家會記得到喎，喺內地嘅治安可能很好好嘅，係咪啊？既係喺路面上面少搶劫，因為大家好明白啦，路面上面嘅監控鏡頭、手機裏邊嘅電子支付就會令到根本嘅歹徒係唔會有咩誘因可以搶到現金嘅。天網恢恢，肯定疏而不漏嘅，係咪治安真係以前咁唔好呢？有啲年輕人會覺得，喂，係咪內地嘅廁所好污糟㗎？咁係咪應該去睇下內地嘅廁所係真係咁污糟咧？係嘛？咁你喺個心態上面，透過宣傳教育，令到你更加唔抗拒啦。又或者啦，另一方面，可唔可以用立法嘅方式要求企業聘請一定數量嘅香港青少年呢？啊，調翻轉，可能咧會令到香港嘅青少年咧唔使擔心去大灣區兩個月俾人炒鬼咗啦。係嘛？亦都有助咧，係樹立翻一個嘅形象，就係咧，大灣區真係歡迎年輕人上去做嘢嘅喎，令到年輕人跳出 comfort zone 啦。又或者啦，可能有啲年輕人香港係中意用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呢一啲嘅，喂，其實喺內地可能真係用唔到嘅喎，係嘛？有個網絡上面嘅一個城牆問題喎。如果能夠在香港的年輕人是容許他有一個自由的通訊網絡的渠道，會令到他更加容易不需要離開自己的朋友的社交網絡圈子的，是吧？可能大家有印象了，我們香港人呢有機會呢回內地呢，如果是用香港的卡呢，是可以呢繼續上 WhatsApp， 繼續上去這個Facebook 的，咁係咪可以提供翻一啲嘅交通嘅電話卡嘅數據流量俾佢哋咧？最尾啦，淨係講緊就業係唔夠嘅，正如我頭先所講，應該係要幫助埋佢有機會咧發展移居創業，係咪啊？令到佢一個政策上面更加容易落地生根，咁佢先要上去做嘢噶。所以整體嚟講，呢一個嘅題目就係考核緊大家對第一。大灣區本身你理唔理解先？你有冇足夠嘅例子喺個腦海裏邊袋住嚟使用咧？第二啦，加強經濟誘因之外，其他嘅建議嘅方式你掌唔掌握咧？第三，你本身適唔適應到呢一個嘅比較題？所以比較題本身真係唔容易嘅，希望同學聽完之後咧都能夠得著。咁祝大家考試順利啦！